5月11日，唐嫣和罗晋合体出席新剧发布会，唐嫣身穿白色连衣裙大秀美腿，而罗晋身穿南瓜色西装非常帅气，和男友再度同台，唐嫣也是非常开心。当男友罗晋讲话的时候，唐嫣就默默一直盯着他看，眼神里满满都是爱意，都看吃了。唐嫣和罗晋同台，俊男靓女配一脸，两人16年公开恋情之后多次高调同台秀恩爱，感情非常稳定。不过两人对于婚事并不着急，2016年唐嫣和罗晋主演的一部史诗古装剧《锦绣未央》播出后，两人就承认了恋情。近日两人再次合作现代青春励志剧《归去来》，再次饰演 CP， 并且即将迎来开播。日前《归去来》在北京召开发布会，现场两位主演唐嫣罗晋也甜蜜发糖，互相确认眼神，小动作不断。罗晋甚至还称唐嫣为领导，不过当被问及婚讯时，唐嫣却守口如瓶，今天只谈剧好吗？